大家都没事吧？代理科长呢？你怎么样？这烟尘也太大了。哎，克林，伊德先生，你在说什么？咦，是谁的制服来着？
我先去准备联络帕拉贝伦主人。我明白了。刚才说到有关海豹的调查，有结论吗？首先，我们认为那些魔音海豹是障眼法。海豹有认知干扰的效果，附近的人不会靠近这。可是现场有异人体，也就说明。所以，相比谁要掩盖他们的存在，我们更关心异象实体在哪，是怎么出现的。肯定是那些贴海报的家伙干的。你没听刚才大家说的话吗？这些家伙贴的海报掩盖了异象实体的存在，某种意义上还保护了附近居民的安全呢。简单来说，贴海报的家伙虽然犯了其他事情，但与失踪案无关。
有关花园帐和那群人的讨论到此为止，接下来我会去追查，汇报其他消息吧。按科长的指令，我们对海报张贴的疏密程度进行了比对，果然有了新发现。越靠近轻轨环线的轨道，张贴海报的数量就越多。因此，初步推断，异象实体与轻轨环线有密切关联。以上，报告完毕。知道了，你们继续专注在现场，尽快调查出结果，我会时刻与你们保持联系。喂，帕拉贝伦主任，能听到吗？信号中断了，我有不好的预感。有敌人正在靠近。哦，岂止是上升，这毒蛇都爆表了。哦，是轻轨列车，大家提高警惕。是我失算了，我该想到，继续追。林兰德的信号还在那辆车上，到达列车上空时，林，千万别出事啊！